半夜两点半，给大家看看今早两点半发生的事情。我就感觉脑袋上被什么东西压着，他竟然爬我枕头上睡了，爪子挽着爸爸，睡得真香啊！你们瞧瞧，我的脑袋睡在他什么部位？我这头发该有多臭啊！丝毫没有要醒的样子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要赶我走？我不配睡在床上是吗？我是一只美丽的猪，哦，我是一只美丽的猪，哦，我是一只美丽的猪，美丽的猪。决定弄醒他，赶到床边上去。醒醒吧，小六甲，你能不能换个地方睡一睡？想醒的意思？怎么不醒的啦？你这个在补的？嗯？哦，醒了。宝宝，换个睡姿，你不能这样睡的，你这个。现在他笑了，他笑老开心了，咦，你看这嘴笑的呢，老开心了。做了什么痴梦了？你在那里笑。爸爸突然一个呼噜把他吓了一跳。大半夜为什么叫醒我？你们都不睡觉吗？只允许你打呼，不允许我打呼。换个睡姿，宝宝，你不能这样睡的。换个地方睡睡，快点！来来，不要睡在这里。你这个一睡，你什么？你这个一睡，妈妈脑袋放哪里了？就这样睡。